男子骑着单车，熟练的在山路奔驰，下个弯道准备左转，但这时单车疑似绊到石头，突然失控。 男子刹车不及，撞上了水泥护栏，连人带车弹飞，摔下山谷。这一幕把后方民众吓坏了。哎，不行！ 而同样也是单车的翻车意外，这个月十七号，南投埔里虎头山，一名十九岁彭姓骑士下坡时疑似被山路上的坑洞绊倒，跌进二十公尺深山谷。幸好底下杂草减缓冲击力道，单车高高挂在树枝上，还有树丛阻挡，伤势减轻，保住一命。我们就到了现场，就发现他的脚踏车挂在树上。 然后其他的一起骑的骑友都在旁边，到达下面的时候，他的脚是有撕裂伤，已经看得到那个小腿骨了。不过那个小朋友是还蛮冷静的。19岁骑士右脚有长达10公分撕裂伤，外加开放性骨折，担心颈椎受伤，先以颈圈固定，再用绳索吊挂，及时救援，及时送医治疗，幸好没有大碍。记者曾伟强、陈广瑞、吴鹏新，南投报道。